庭前花草，月圆静好，这个房子是像极了爱情，自然而优雅的等待，百转千回，萍水相逢，相遇却是怦然的心动，倚窗蘸墨，爱情依旧。非常好的学区 University High， 那当然它附近也有很好的私立高中 TDD 可以选择去。那这个房子所处于一个非常安全的铁门小区，周围呢也都是这种几百万的豪宅啊。那这边的房子呢是两个医生所拥有的，他们就是平时很注意保持房子的干净，所以即使这个房子呢是2004年，但它的 condition， 它的屋况是非常良好的，你可以看到边角细节都是维护的非常精心。然后呢，这个房子是两间卧室在楼上，包括主卧，一间卧室在楼下，而且是单独出入的，一进门右转就是。然后它的院子呢很漂亮，有很漂亮的景色，大家可以随意参观一下。厨房连接的，它这边的厨房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它有一个就是很浪漫的小角落，可以享受晚餐。在那边布置好的话，有一种很高级的米其林餐厅的感觉啊！看一下那个餐厅。